一下就没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小心，一级上路。如果他们杀死我，我不用了。 薅着不是辅助吗？不是一级赶上吗？我们也去，啊，我们直接往上走。全军出击！啊，我们直接一级往上走。那薅着100%再上路啊！他们辅助再上，我去反蹲啊，我去反蹲。我们生长啊，在这儿呢。那没事，我去正蹲。这波我正蹲，不需要，我可以正蹲，我不需要反蹲。 亚托克斯，烈士的恶魔，完了，被发现了。我踩住，银杯套点盐，人头拿下加回家，这不血赚吗？这，来给两个这个，帮他推进去线，小积木。 来个皮孩，剑魔不是都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他以为我上单呢，他寻积木辅助呢。这小积木真可爱。刀剑相撞，那伤曾在我耳畔逝去。 我踩住，戒指。有夹，哎，不用夹血，这都小问题。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的。我找到了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。 追了，没技能了。他俩也加血了。女警二级没学历呀、啊。喜欢点人？你可别让我踩着你啊！这么喜欢点。 现在我们三级下路这俩基本上踩着谁谁谁都跟那个进配合。利刃穿身，我仍依然前行。来看看薅着。没有什么怜悯和慈悲。我踩住，接杀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杀。走，这波直接往左边走，假装去赶客，其实绕一圈过来杀女警啊。 女警敢动就死。
女警不动就别补刀。必然前行，武警不等同意逃避，你犯下出来了，可能在草丛呢。啊，在这儿。我踩住戒指，戒瓶没戒点烟，戒瓶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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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戒指换掉。剑上又跑过来了，那积木咋又死了？那积木，积木这么难玩吗？帮一波积木吧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。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。你干啥呢？我操呢，真能玩啊，点啥信号啊，你干他就完了，等他把 Q 放了，哎，这不完事吗？直接上着就没有眼儿啊，我就上了，踩住呼呼戒指，戒瓶的，戒瓶的，突突突突突。改观才能论定。真累呀，我翻啥？感到自己如此深渊，于是我便开始爬阶梯。我踩住戒指，戒瓶的，戒瓶的，戒指。你就不能等我来了你再往里进吗？你都看见剑圣了，给波线吧。你就高过一座山。那塔皮，吃一走。没人吃就浪费了。正好扎着你点杀，踩住戒指，戒瓶的，戒瓶的，和标枪冠军。拥有褪色化作血痕，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。刀锋，刀锋，让他来。谁敢出来，直接闪现踩！你来，下水道烤串，人人有份儿。兄弟，回家了啊！这边再不回家，有点狼了。来个星石，人们哭喊着锁链，出个布点孩子吧。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这边女警好像挂机了。我们就找着建模，别让这建模欺负我们家积木。欺负积木，我高低忍不了啊！是我手中的武器。
我踩住戒指，戒平嘞，别回头啊！这波让吉姆舒服一点，把这兵线控住。再等啊，等住他！我的林子一道，葬在了墓中。好，他要过来撒眼儿啊！亮牌儿，我踩住戒指，戒平嘞，戒平嘞，戒指！你怎么死那么快？啊！我记得你不满血出的门，他打的我，你死了。算了，你这是啥也不是，扶不起来的阿斗啊，扶不起来的阿基。还是我当上单吧。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跟我打，还跟我打，我扎死你！跟我打。我踩住戒指，自盲的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都吃自盲了，那薅着搁那干啥呢？那薅着，我大荒星云踩住，哦，戒指，平 A， 戒指。3000块了，手机得了吧。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做得更。谢谢中下。剑圣在死那个蛤蟆呢，剑圣在蛤蟆呢。我闪现踩住剑子，我刀锋杀了，我到了，我从后边要的。剑魔咱就不管了啊。天界止步不前。我操！这不踹死他吗？干啥呢这？哎呀，乱七八糟的。无所谓敌人或盟友，全都是将死之马。没回去，闹笑话不？你说这闹笑话不？加7块钱，我操！大地在我
脚下。找到剑圣，他剑圣跑去打 F6 去，不让他打。你还在这打鸡，我去！我一刀扎死你！你还在这打鸡？每次战败，我都绕着这座山奔跑，直到时日再也追不上我。偷着还在这瞅你，你瞅什么？瞅谁让你瞅的？站起来，再多打一场。打个眼儿来，上高地。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再插个眼儿，左边一个眼儿，右边一个眼儿，要杀就杀剑圣啊！先拆塔，先把塔拆了就没威胁了。好二分。砍个塔，回家子。哎呀，这一刀，咋不给我加血呢？吃点饭。来个破败吧，九个人都恨我，为啥呀？队友恨我干啥呀？因为我拿人头嘛，那他们也拿不着啊。你这六个助攻，两个助攻，四个助攻，八个助攻的，他有啥用啊？他也拿不着啊，关键这雨点那不挂机了吗？剑圣还在这打野，拆下塔，兄弟们。正常落手要是二速鞋的话，没有潘森跑得快吧？没有，潘森二速鞋390，落手385，好像还是380，我不记得了，应该加10%，应该加10.1速或者是5点都可以，跑得太慢了。夜播吧，夜播夜播，然后我就吃饭了。丑，让你丑，让你丑，让你丑，我一脚踹死你。吃饭。